今天是我们在奥斯陆的开完的第一天，那早上大家会一起去个市政厅，现在是早上8点、9点钟集合去市政厅，之后全天都是自由活动，所以你不需要海豹油，只要吃多点亚麻籽就好。9点钟，李乐琪来到了市政厅，两边还在装修嘞。12点钟集合的话，我们就决定直接先来逛博物馆啊，博物馆就在这儿，很近，后面这个新国家博物馆。除了蒙克，不得不说其他的挺有看头的，但就是我看不懂 ，too shallow， 再加上李乐琪又不舒服，是不是？嗯。家人们，现在到了歌剧院，来给大家看一下李乐琪在干嘛。然后他要我跟他一起玩。好久不见。Oka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next? The city walk. Hard. 我们现在是走的这条街呢，就是王宫对面的卡尔约翰大街。What are you laughing at? I'm like a grandma. Yes, you did. You have been act like grandma since our Xinjiang trip. So close, but so near.李乐琪推荐的品牌啊，始祖鸟。当当，这是李乐琪的战果，贵妇来了。啊，贵妇战果累累啊。就是斜背。啊，还有啥背？绿胯的。啊？转。OK。哈哈哈 ，You can't explain it in English。搞定了。我们自己的买好了 luxury bag shopping for you experience 素食餐厅啊，你的素食餐厅，你的意思你不要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对，就是这儿 ，OK， 就是这儿。Cool. Sorry.把我的肉都吃了，非常惊艳的味道，跟豆腐，评价一下 ，Bravo。看我要吃的面，啊，这是有点那个越南泰国的面，这其实是粉，对，是米，来试一下，这个吉的 lasagna， 素的 lasagna， 怎么样？嗯？这种素食你觉得难吃吗？不难吃。对啊，这种素食完全无负担。我靠，我感觉这个比我所有在酒店吃到的肉都好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一起花了多少钱啊？一共是547克，就是差不多400出头人民币。
村的一包吃完了，全部光盘，干干净净的。拜。哦，彩虹一条街，看看，地面都是彩虹色的耶。最后帮我喝一口吧。这么难喝啊，都要哭了啊。 Good morning，今天是 day 6 our last day of the trip, also last day in Oslo. 巧克力卷，然后蘑菇、土豆、番茄，拿一些饼干，那么焦糖油和这样巧克力。到机场了，我们现在要退税啊。对，早上好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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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回家了，到家了。家人们早，今天是在挪威的倒数第二天，然后10月7号当挪威时间啊，然后在国内应该是就正常工作的第一天，国庆长假结束的第一天。那今天是我们在奥斯陆的，昨天晚上到，所以今天应该算正式开完的第一天。那今天的节奏就比较轻松了，基本上早上大家会一起去的市政厅，现在是早上八点整，然后9点钟集合去市政厅，之后全天都是自由活动，所以我们会大概会是这样子的。应李维奇的强烈要求，我们会去博物馆大概2小时，然后后面雕塑公园、歌剧院都会去，然后最后去一个城堡，基本上下午就这样，然后中午或者晚餐我们会去吃奥斯陆应该是最有名的一家素食餐厅，然后晚上我们就会去 shopping 一下。然后你要不要喝点小酒？你昨天答应我了，你要请我喝的。那今天奥斯陆的一天的规划大致是这样子。那明天基本上一早十点多的飞机就要飞了，所以明天也没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OK， 那就期待一下吧。还带着水汽。对的，9点钟李月琪来到了市政厅，来我们看看这个雄伟的市政厅，两边还在装修嘞。It's 9:30 in the morning。我们从市政厅后面出来，没有进去里面逛，因为大差不差就那样，所以12点钟集合的话，我们就决定直接先来逛博物馆啊，博物馆就在这儿，很近。后面这个新国家博物馆，那我们现在要先去嘘，前面那边我们可以买个咖啡，看那里面商场里面肯定有。这里也有。对，这里也有，但这里你去看看厕所开门了吗？他应该还没开门。这博物馆除了蒙克，不得不说。其他的挺有看头的，但就是我看不懂 too shallow， 所以再加上李月琪又不舒服，是不是？嗯，所以我们快逛完，待会12点要回车上，
然后三楼二楼刚刚基本上都二楼以蒙克为主啊，所以那现在把一楼转一下，他刚才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唐代的那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又看到了咱们毛主席，真的是牛逼啊。然后现在去看一下那边，家人们，现在到了歌剧院，来给大家看一下李月琪在干嘛。他已经难受的走不动道了，然后坐在这儿。那、no ，然后他要我跟他一起玩。啊？看月亮。歌剧院都不去、啊？哎呀，你快点嘛！奥斯陆歌剧院。From now on, I will speak English. Speak, 现在复活了。I will speak English to you, not Chinese. Oka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next? The city walk on Carl Street, or? No, we're going to shopping. Okay. To spend 10,000 RMB here. Right. What do you think?No. I wanna go YSL first. 那我们现在是走的这条街呢，就是王宫对面的卡尔约翰大街 ，Carl John Street。那基本上全挪威的商业街的天花板就在这里了，所以待会儿刘月琪要先去 Yves Saint Laurent。Saint Laurent, Chanel, LV, Saint Laurent, etc. Right? Yeah. Okay. Let's see what we will. Let's spend money. Let's see what we will find. You 笑啥？What are you laughing at? I'm like a grandma. Yes, you did. You have been act like grandma since our Xinjiang trip. 感觉婚礼吸走了你所有的精气。Really? 海绵。Really? 是不是？ I don't know. 婚礼一结束你就跟个老太爷了。So can I give you the bags?你要锻炼一下自己，你有啊？OK。
哦 ，so near， so close， 不是 so near。It's just next to me. Norway souvenirs. Karljohns gate 25. Torn, 这什么玩意儿？第一位选手 Zara， 这里还有 Nespresso， The Body Shop。LV 门口还要排队。Chanel， 直接去 Chanel 吧，反正我也不喜欢 LV。你不是要去 YSL 吗 ？YSL， Louis Vuitton， Chanel， Jimmy Choo。Jimmy Choo， who is Jimmy Choo？ YSL， Hermes Dior， 这是奢侈品一条街。Hermes。李月琪推荐的品牌啊，始祖鸟。本来是给我买羽绒服的，结果看看，可以吗？但这个就是薄薄的一点点。那买完包就走呀。当当，这是李月琪的战果，怎么样？开心吗？花了七八千块钱，九千，对 ，expensive， 没有九千克朗呀，你换人民币啊，对吧？就八千多嘛，那你在国内买肯定要上万了。贵妇来了，啊？贵妇战果累累啊 ！Most expensive clothes that I have ever bought. Okay, LV will be your second one.No, it's not for me. This is your CFA. Ah, 还有啥杯？啊？转向我。哎，我感觉小白姐买过这个。这是不是有点？哦，它那个好像也不大，是吧？它有个是，它有个耳机包，你知道吗？搞定了，我们自己来买好了，然后基本上我们就买了始祖鸟 ，all in 始祖鸟，然后来说说你的小妹啊。Not my friends, okay. That's pretty cool, huh? Pretty cool. The first. Let's go back to the hotel. The first, how to say, luxury bag shopping for you experience.All right, let's go. Have a big meal. Veggie, Nordic veggie. Let's go. 好了，现在我们回酒店把东西都放好了之后，刘月琪已经饿得不行了。刚在酒店都听到你肚子叫了，是不是？啊，忍不住要吃薯片。现在去吃你的素食餐厅啊，你的素食餐厅。你的意思你不想吃是吧？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好不好？说了就去吃肉食餐厅。Is the right direction?
对，他就是告诉我直线，在这个直线的方向。So what's the name of it? 就叫 vegan 呀。就叫 vegan。对。No, nor vegan. 对，就是这儿。Nor vegan. Okay. 就是这儿。Nor vegan. Okay. Go. Also barbecue melody. Thank you. Sorry? 非常惊艳的味道，跟豆腐，还有春卷。评价一下。Bravo。你说你在上海开一家这样的，会不会赚死？嗯，会的。看我要吃的面，啊，这是有点那个越南泰国那面。这其实是粉。对，是米粉，它是米做的。嗯，这个应该吃完20分钟就会饿了吧？你想太多了。哇！没想到这么筋道。熊跟导游吗？是吗？什么一种？不是。来试一下，一个的 lasagna， 素的 lasagna， 怎么样？嗯？嗯？不好。好吃吗？你觉得难吃吗？不难吃。对啊，这种素食完全无负担。饿不饿？所有在酒店吃到的肉都好吃。
秋姐，你吃下这个。不错。是吧？嗯哼。这个调味就非常的不酒店，那酒店咸死，什么东西都死放一点。扁豆，没吃过这个味。这个lasagna确实不错。你们不要把我的饭弄到盘子外面去。茄子。我的这个叫，我的这个叫 barbecue melody。李月喜点的这个是啥？ lasagna。嗯。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soup？ soup。pumpkin soup。是吧？看，还有外卖小哥进来，他们家还能叫外卖。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一起花了多少钱啊？这是我们这次三菜，但是两个正菜，一碗汤加一个面包，一共是547克，就是差不多400出头人民币。其实应该算是很贵的，两个人人均200块钱人民币。吃一餐素食，但是在你要看在挪威，在餐厅消费，普遍应该是这个价格。啊，对啊，我是说你这个东西放在国内，这样子的，国内差不多100美元，会比较 OK。我估计素来很好，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嗯，可能稍微便宜一丢丢，100出头美元。最近国内的蔬菜便宜。对啊。这些什么羽衣甘蓝，这些全都是进口的。干啥？这么急的干啥？走，回去喝热水。Say goodbye。Bye。哦，彩虹一条街，看看，地面都是彩虹色的耶。Very cool。 为什么是用彩虹做的？哇，看到一部大 G。 Good morning. Today is day 6. Our last day of the trip, also last day in Oslo. So we'll be leaving here at 10 a.m. in the morning. Now it's
I guess it's 8:30. We're having our last breakfast here. Okay. So it's time to put an end on this journey. It's a great journey. Definitely. 面包，还有一个，这是牛角还是羊角？哪个？什么卷？巧克力卷，然后蘑菇、土豆、番茄，然后一些饼干，面包加黄油和加巧克力酱。我们来点热的，然后热乎乎的，他说的是加艾克斯。It's you.好嘞。那 refund method, please see that. 到机场，我们现在要退税啊，对。所以先填税单，然后去盖章，然后再准备进安检。大姐在这儿，他们在缴退税的。他说在十号还是哪边？你看这群里。又得排一次。对。你快去找吧。赶紧去吧。我估计那边也有队。还是群里说那边什么窗口关了，我看。刘琦在北欧吃到了一餐，北欧机场吃到了一餐最喜欢的 pasta。It tastes good.当然，Ricky，我们现在在哪里啊？下午六点，在哥本哈根的关外，已经那个盖完章出关了，所以现在回不去了。Ricky本来想买个 YSL 的，结果没戏啦。Next time。没有要买，没有要买。Just see 一下。现在这里面啥也没有，只有个711。那你再去搞个桌菜，多少钱？还有别的，有一些，还有个炸鸡，来个炸鸡。不要炸鸡啊！炸鸡，对，炸鸡好吃吗？又不是热的，肯定比你这个好吃。那炸鸡是冷的，热的。早上好，落地浦东了。你看还没找过来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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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回家了，到家了，明天要变成打工人，又要变回打工人了，真羡慕李瑞奇。